你慢点吃，妈不跟你抢啊。嗯。喂，小白姐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看不看手机啊？我在外边跟球球。吃饭呢？我没看，怎么了？你快看一下，我不好了。现在社交媒体上都在传一份小文基金向我们公司催款的聊天记录，据说发出来的人就是小文基金的内部员工，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其他号跟着爆料。 说什么我们公司倒打一耙，不仅拖欠善款，还要告小文基金。因为这事儿涉及慈善，大家关注度极高，这舆论持续发酵的特别快。现在网上全是关于我们公司的负面消息，怎么办呀，姐？这网友都在喊话，让我们公司赶紧自证清白呢。你先别慌，你让公司每一个人把我们跟小文基金的通话记录、邮件、微信全部都截图保存。 照你没有，开一个证明。还有姐，网上有人恶意转发了我们公司主页链接上球球那条广告片，网友扒出来球球是你的女儿，现在网友开始攻击球球了。妈妈，我还想吃冰淇淋。嗯，那小九，我先挂了啊。球球。 妈妈有点事儿要回家处理，咱们吃完披萨，吃完这个蛋糕就回去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多吃点啊。哎呦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啊？ 娜娜，娜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嗯，哎呦，我还以为是你妈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上回啊，你刚一走，你妈就说她又要出差，到现在都没人影了。我指不定啊，她又跟那个姓郑的那个郑斌良又不知道干嘛。爸，我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，你不知道发个微信问候一下，关心一下吗？我关心她？开什么玩笑？ 哎呦！哎，妈，您怎么了？嗨，嗯，没有没有，没事。您是要去厕所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起来呀，走走，躺时间长了累得慌。哎呀，行嘞，来，行了，行了。哎呀，真是。哎呦，你又在那瞎忙活什么呢？不歇歇啊？随手擦擦，闲不住。哎呀，真是。哎，我看见。
写字书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咱全家福，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情。啊，那张照片啊，嗨，那张照片婉清偷偷的给拿出来过，5个人里，她就把自己给涂上颜色了，那小脸红扑扑的。我听您说过，白衣服都变成红衣服了。就是。最后您没有办法，就拿着这张照片到照相馆里请老师傅，把我们每个人都上了色。可不是嘛！哎呀，你这二妹妹呀，是真爱美呀，连这么张照片她都不放过。哎呀，不行！你说时间长了吧，这小孩不行，再坐会儿，坐会儿。这没办法，躺时间长了吧也不舒服，是坐时间长也不舒服。哎呀，行，坐会儿。好嘞，行了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看着那张照片，觉得我跟两个妹妹长得一点也不像。而且我从小脑子那么笨，没有他们聪明。有的时候我都怀疑，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？哎呀，你瞎想什么呀？这当初不是因为让你照顾两个妹妹，所以没让你复读。你要是复读，肯定也能考上啊。这事怪我，怪我，怪我。不是那个意思，被子还晒着呢，我过去收去。哎呀，早点歇着吧。姐，该删的隐私信息都在盯着删了，基本没什么了。但估计很多人都看见了，你还是小心一些吧。我会小心的。你们也赶紧休息吧，跟着忙了一天了。好，姐，拜拜。拜拜。人，喂，秋夏，现在方便吗？可以过来一下吗？我这边出了点事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现在去找你。这个号码我打过去是空号。我也咨询了律师，他说目前这种情况报警也没有用。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把球球带到我那儿去。行。球球在你那儿比在我这儿安全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怕什么呀？我又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儿，我就不希望孩子出事儿。球球，怎么醒了呀？是不是吵到你了呀？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妈妈说点事情，你接着睡吧。啊，你今天不回去了吗？啊，爸爸不回去了。小声点说话，不会再吵到你了。嗯，没关系。嗯，去吧。睡吧，球球。嗯。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出什么事儿，对方就是发一个威胁短信来吓唬我。要不然你回去吧。不行，这两天我学校也没什么事情。在这儿陪着你们俩吧，这样我心里也踏实。你累了吧？要不然你先回去睡。嗯。你要累了就沙发上眯一会儿啊。
咋老了？你进来，你妈没看见吧？你妈去洗澡去了。你看你姥爷那个日记，看完以后你放好了吗？没让你妈看见吗？我放我行李箱里了，我准备带走。我觉得放家里怎么着，都怕我妈发现。那你也得放好了。我知道。怎么了，姥姥？还不是你妈，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：“哎，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？”我一听，我这心里就乱跳啊！我妈昨天动过我行李箱，啊，她还帮我收拾了东西。但是我后来问她的时候呢，她表现得很正常。哎呦，那你也得，她还跟你说什么了？她没跟我说什么，也可能是我想多了。可是就不是怕她又那个。没事，姥姥。我这两天多关注一下我妈，然后我再去检查一下姥爷的东西，看看他还有什么其他东西里面提到这件事儿，对吧？对，你赶快去。好，赶快去，我去看看去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快去，快去。好，您别多想啊。妈，您睡了吧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想了一下，那房子还是写您的名字吧。不是说好了写你的名字吗？怎么又变了？您的钱买的，写我的不合适。哎呀，当妈妈的给孩子买个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你又瞎琢磨什么呢？您要一定坚持这样，那这房子不买了。这大晚上的，你还干什么呀？你又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难道我那两个妹妹优秀到不用您操心，还是因为我有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没事了，睡觉。你真急人呐，怡姐，你快起来呀！哎呀，急死人了，怡姐。哎，姥姥。哎呀，你看看你睡得这死劲儿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呀，哎呦，这一大早上我起来到现在没看见你妈的影，这以往买菜什么早回来了，打电话，她也关机。我再打一个，我再打一个，我再打一个。你看是不是关机？我老觉得这几天他好像知道点什么，我怕他猜。别，
他不会的。啊，这样我现在就出去找他。你放心，我妈答应过我，她不会再做傻事。我相信她，你就在家等着。然后他如果回来了，你就立刻给我打电话，好吗，姥姥？哎，好，你别着急啊。我去找他了啊。玉姐，玉姐，玉姐，哎哎，你干嘛呢？哦，你看见我妈了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没事儿。早就来了，哎，阿姨，您今日看上去比前两天好多了。阿姨，今天没人来看你啊？你是第一个。我看你精神好多了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走了，我还有点别的事儿。你不吃口东西啊？哦，我不吃了，不吃，我吃过了。啊，好，走了，阿姨。好，拜拜，再见。妈，我看一眼他啊。好，你吃。姐。啊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妈不行了。喂，玉姐，姥姥，我妈回去了吗？我这还想问你呢，你找着你妈没有啊？还没啊。哎呦，这你妈会上哪儿去啊？姥姥，你说如果我妈真知道这事儿，她会去哪儿？妈，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跑姥爷这来了？怎么了？我们回去吧，好吗？我不回去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我看了日记了，也听到你跟姥姥的谈话。是不是？要不是我自己发现的。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，对吧？是，你还回答得这么理直气壮。妈，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亲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我活了大半辈子，突然一个人告诉我，我不是我爹我妈亲生的。我是从隔壁捡来的，你让我怎么接受得了？我明白吗？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，我知道你接受不了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这件事情它不会影响我们一家人的感情。你会因为这个就和姥姥、阿姨、小姨断绝关系吗？我们有关系吗？还谈什么断绝不断绝的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别碰我！妈，你别这么想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老天爷其实对你挺好的，给你这么好的父母，这么亲的姐妹，不是吗？姥姥一个人在家呢，阿姨今天有事来不了，她一个人在家，我担心
姥姥，我们回来怎么了？连妈都叫不出口了？是不好意思叫啊，还是不想叫啊？养了你这么多年，连个妈你都不叫了？那我的确不是您生的，还连累您把老房子也卖了。没脸认，我也没脸要这个房。这么多年，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。您和爸一直对我比对两个妹妹好得多得多，好的，我回头想想，我都心疼。有什么好难受的呀？不是都是我们的女儿吗？有哪一点不一样啊？当然不一样了。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全家人都那么聪明，就我最笨。因为我不是孟家人。你不是孟家人啊？那你是谁家的人呢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王丹，我救你！姥姥，你什么？我姥姥，妈，妈，你别激动，别，快，床头柜的抽屉里，快，妈，你别激动啊，你别吓唬我，快，拿着没有？真好，快，没事。妈，我不是要让您生气，我不想找您生气，我就是恨我自己，我为什么不是你生的呢？因为啊，你2岁时候就这么大吧？你小时候拽我，我不喜欢孩子，我从来都不想要孩子。可就你这一声妈，我这心呐，化了。你知道啊，开始我们是真不想养你呀，太麻烦，添多少累，我们就怕你赶快你的家里人把你快领走。可是后来呀，哎呀，这小姑娘啊，喜欢死我们了，怕你们家人来找你呀，丢人。说起来现在都丢人，我们偷偷的搬了家了。明媚呀，明媚呀，你那个名字啊，是你爸翻了那么多的书，最后在《周易》这本书里选了两个字，明媚。你爸爸说了，这孩子跟我们姓孟，孟明伟。这孩子将来喜欢文，就是文；喜欢武，就是武。你不知道啊，明伟，对于我们来讲，
有你这个闺女，我们得多高兴啊！我不管什么血缘不血缘，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妈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我乔海云的闺女，就是我和你妈妈最珍贵的女儿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你就没有跟他联系过？跟他联系什么呀？哎，你今天魂儿被手机牵走了？你这一直看手机一上午，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啊，这是学校那面的，说你也听不懂。你跟我说实话啊，你姐早上来干什么？他不说了吗？就是过来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。扯，才不信呢！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家里出事了？是不是？真找不着了。他们早上说，你看，说大姨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但是现在已经找着回家了，放心了。不行，我得去看。别，妈，去看。你听我的，我去看。你还不能出院呢，你我就差两天了，怎么了？我还有两。大姨，这干什么呢？我妈呀，她担心你，说你不见了，想去找你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不对，你眼睛都肿了。我没睡好，不行，是大惊小怪。全家人都找不着你，能不着急吗？你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，你别这跟着他们孩子们一块儿瞎操心。亲姐，没有。夏莎，没有那么多人说我们不是亲姐妹，长得不像。你跟以安都那么聪明，那么好看。就那姐，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是，我不管别人怎么想，也不管咱俩到底像不像，你永远是我亲姐。就算以后你不认我，我也死赖着不走，你这辈子都甩不掉你这个妹妹，你就是我亲姐。回眸，回岸，我吃饭，吃饭。为姐妹和陪伴。我端不动。人们经过，却从未走过。藏在海面下的另一半，那是一个女人巨大的沉默。曾穿越过多暴的风，脚踝如何站在礁石。
之中，何曾驯服于杨柳？他说旧梦新生，破碎又勇往，都是为了前时光的手，做自己的新娘。他说岛屿形状像花又像墙，是对撞过遗憾悲伤辛苦的伤。来，姐，赶紧回去吧，不用陪我，自己回去。我每天跟你熬过汤来啊，你要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。哎，给我吧，你不是要赶火车吗？你快去吧。好好好，有事联系啊。我去休息吧。搀着你吗？走，我搀着，我搀着。走了，安大姨。啊啊，拜拜姐。不知道陶大雷会不会再跟他折腾。哎呦，娜娜在呢，放心吧。啊，上车，慢点。师傅，高铁站。哎呦，还知道回来呀？啊，还记得这儿有个家呀？真行哎，半个月不着家，你干嘛还回来呀？啊，我还以为你是奔……没事。慢点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生病了？你妈怎么了？还真生病了？妈，我给你倒点水。嗯。你这半个月这啊，乳腺，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？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呢？走了半个月了，娜娜一直照顾我呢。那手术怎么样啊？那医生怎么说的？那接下来怎么康复啊？医生说了，手术挺成功的，后续就是看他活检报告。你妈不跟我说，你也不告诉我，这么大的事都瞒着我。我不让说的。你这刚做完手术，你不能在这儿坐着，快快快上床躺着去休息。哎呀，啊！你别碰我。娜娜，快快快扶你妈去到床上躺着去，快点。你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哦，那个，你妈跟我说事儿的，你先回房去啊。娜娜，别走，我就是想趁娜娜在的时候，咱俩把该说的话尽早说清楚。这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呗？你刚做完手术，你就是因为在住院的时候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。只要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到家，咱俩就离婚。你都病成这个样子，你一回来就要跟我。签字吧。我不同意，我怎么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同意的。我不知道你生病了，我要知道我肯定去医院陪你，我去照顾你了。我这跟住院没关系。不想跟你吵，我也没力气吵。咱们俩早就应该离了，一直离不了，有你的问题，也有我自己的问题。唉，这么些年，你为这个家做的所有一切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家务啊，做饭呀，全都包在你身上了。
包括我爸身体不好的那段时间，你忙前忙后的给他擦身子，背着他上上下下，我真的非常感激。但是咱们俩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，不是吗？我一直犹豫着离不了，一是因为娜娜那会儿真的太小了，我不想影响她；二是因为我妈从头就对咱俩不看好，我还真的挺想为自己争口气，别让别人说三道四，才挨到今天。但过日子的是咱俩，咱们比谁都知道，对吧？你是那种喜欢享受生活、吃喝玩乐的人，我又是那种一直往前冲、努力工作停不下来的人，所以社会交际也比较多，也有一些流言蜚语什么的，造成了你对我的不信任。我真的也非常理解。但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轨道早就不在一起的原因。我求求你了，你现在还是好好休息啊，这段时间需要有人照顾，我来照顾你啊。你这事儿先往后放放。大雷，咱们夫妻这么多年，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，我希望你把这字签了。我不签。我字了他，我不签。我不签。不签也没关系，咱们法院见吧。我自己进去。相爱一场，你们俩就体面一点了，和平分开吧。我妈她现在这个身体这样，也经不起折腾
妈，我过几天我再请几天假，我回来再陪陪你。总请假不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钻牛角尖了。你确定啊？啊，你说的对，姥姥姥爷待我跟亲闺女一样，虽然有的时候跟你二姨小姨打打嘴仗，但是感情还是挺好的呀。我这辈子没有遗憾了，生在这个家里我好幸运呐。就是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。行了，照顾好自己，走吧。给我打电话啊，有事没事都可以打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，再不走我不烦你，不烦我都烦了。哎，等一下。